反思要求我一次性剪出四个石榴和四朵莲花，那么这是画好的图案。有需要折纸和画图过程的朋友们，到我上一个视频来看。画好图案之后，我们直接沿着外轮廓来剪就可以了。这里是个小花叶，把这个小花叶剪掉。接着我们把莲花的毛刺要剪出来，先把这里开边。同样，这一个花瓣也是这样的。接着我们剪这里，这样我们把这个地方的毛刺剪出来。